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子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我今天要去挂亲了，走了。看我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有花呀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我爸他们在前面了，我要赶着上去了。我们家的祖坟在比较高的山上面，所以要慢慢的爬上去，走吧。往前不远。走了你，我的祖先，我的怀乡。那还不然？马背的岁月，马背的歌，走了，我们把它挂上去。随着河慢慢流淌。你到啥程度了啊？哪天又拜大了，再安葬哟。是谁的吟唱唤醒了我的祖先，我的怀乡。什么位置嘛？那门窗远古的传说，远古的你，爷爷走进我的梦乡。我们现在挂完亲了，准备回家去了，下期见。